是仙子。那本仙敬你一杯。我史一鸣，真是三生有幸，竟有如此奇遇，得见天女下凡。来，今夕良辰美景，你我有缘相遇，该尽兴啊。来，来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画中仙。少爷，我是阿寿。仙女呢？少爷，你昨天一直在这儿睡觉，谁是仙女啊？美人图呢？美人图呢？安旭，对，我要找安旭。一鸣，表哥，表妹夫，表妹，美人图不见了。啊，你画的美人图昨天晚上还好端端的，可今天早上一觉醒来就不见了。你冷静点，你想想放在哪里了？啊，昨天晚上主慧把画给了我，我马上拿去装裱，然后把它挂在书房之中。我一边赏画一边把酒，一边赏画又没有丢在外面。没丢在外面，那就是在家里吗？对啊，书房我都翻遍了，没有啊。那么你再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闲杂人等进到你的书房里去呢？没有吧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就在书房里睡了，然后今天早上一觉醒来，那美人图就不翼而飞了。不翼而飞，那美人图，对，美人图没有被人偷，是他自己跑了。你当他是人呢，自己会跑？你想得出来？美人图真的自己跑了。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从画里走出来。表哥，我看你呀，是喝醉了，这世上哪有这种事啊？是呀，我骗你是狗，我真的亲眼看到那画中仙。既然你那画中仙自己跑了，你到咱们家里头来大呼小叫的也没用啊。不信拉倒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一鸣，哎，一鸣，大清早的疯疯癫癫的，真是。那紫玉耳环到底找到没有啊？只找着一只，另一只不知跑哪儿去了。耳环有腿能跑啊？我倒还是头一次听见。大人，哎呀，好了没有啊？一个时辰还没有好啊。就差一只了，找不着嘛。这对就可以吗？哎，不行不行了，我这一身衣裳就是要配紫玉耳环的嘛。这哪配呀？来来来，你看看，这件不是很好吗？哎，夫人，你看一下，刚好配这对耳环。这个太素了。今天呢是宰相夫人的寿宴，这一点喜气都没有嘛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这个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天都快黑了，你知道吗？迟到就不好了。你这个王夫人，别得罪那个宰相夫人呐。好，为了不得罪宰相夫人呢，你自己去。那你呢？不去了。等我做了宰相夫人呢，你帮我办一个寿宴吧。好，你慢慢等吧，我一定会做宰相的。你，夫人要奴婢去喊回大人吗？不用了，把衣服给我收起来。是夫人。走吧。
走啊你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停下来啊！公子爷，不知干什么，这马死活不走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公子，公子救我！公子，啊！快走，快点走啊！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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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定没罪，我心里没鬼的，不用害怕。是，没有鬼，没有鬼，是没鬼。哎呀，人不怕鬼，鬼都会退避三舍。就是这样，我怕什么？我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我昨天晚上亲眼看到他从画里走出来，我真的亲眼看到那画中仙。画中仙？不会是画中仙？公子，公子救我！他是人，他一定是人。只有人能相似成这样。二位，二位，哎，赵大人，赵大人。王大人，这本传记的校注已经弄好了，请您过目。放下，放下。哎，王大人，昨天那本札记找着了吗？哎呀，什么札记？哎，您看，您忘了那个？我记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好好，这本札记我已经校注过了，没问题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哎，王大人。我瞧你面色不好，是不是身体不适啊？要不然就回去休息，这儿我们几个应付得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可以的。啊，没事就好。哟，赵大人，袁妹夫，哎，师兄，我想通了。想通了什么？你画的那张美人图啊，我是装裱在一张画纸上面的。那又怎么了？你猜这暗示什么？我哪里晓得？这暗示啊，画中仙的确出现过。你想想，要是你那美人图真的被人偷走了，为什么那小贼只偷其上面的画，而不连表纸一同给偷走呢？为什么？这就说明，画中仙没给人偷走，而是那画中仙自己溜走了。哈哈。你真聪明，你猜对了。这世间上真的有画中仙，你相信我就好了。啊，我忘了，今天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角色美女。什么角色美女啊？你不知道，杭州最有名的公孙戏班来京城献演，听说那里边的花旦艳名远播，我今天啊一定要一睹他们的风采不可。好好好，戏台就搭在湖旁边，你也一起去吧，看一看那里面的花旦有没有比得上你那些美人图里什么的美女漂亮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我找楚慧去，看你去不去。哎，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答应了，到时候我来接你，我先走了啊。我等你呢是没有关系，
只不过你那个表哥呢，是不会等人的，等不了呢，他就自己走了，一走了呢，也就不去了。他等不了，我跟你去啊。不怕对你说呀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的。相公，你看我的紫玉耳环。是吗？啊，终于找到了，不过迟了两天。哎呀，这个白兰呢，真是粗心大意。等我回来啊，非得好好说说他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哎呦，怎么会摔到地上呢？啊，没事吧？这凳子怎么有腿啊？哎呦！凳子当然有腿了，亏你还坐了这么多年呢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他有腿能跑。哎呦，你又乱说了。哎呀，奇怪，我刚才明明看到他在这儿的，怎么？怎么了？你又来疑心生暗鬼了？哎呀，我给你看看啊，哪里啊？啊，编了，你扶我坐一会儿吧。啊。小心啊！小心！啊！哎呦！哎，你看你疼成这个样子，今晚不去了吧？啊？可是我想去。哎呦！你现在坐着都疼，还是留在家里吧，好好休息。啊？两夫妻要闭门恩爱的话，等看完了戏再恩爱吧。要开场了。哎呀，你表哥真的很难缠啊。你们再不出来，我要闯进来了啊！哎哎，来了来了。看来没办法，我只好陪他走一趟了。如果不去，他一定不会罢休的。那你要早点回来啊！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躺一会儿，啊？嗯。哎，小心！哎呦！啊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快出来啊！哎，我来了。旭兄啊，你看，旭兄，去哪儿啊？我去方便一下啊。后台种地，不能扔的，走，我来找一个人。啊，快点啊，谢谢，快点啊。早前是否在城门下见过？可能，不打扰了。救命！
救命啊！是做梦？怎么那么真实啊？那丫头跑了一次又一次，真是找死！你们谁要先找到那丫头，我赏她五两银子。是是是，走走走，快走走，哎走。公子，嘘，别。公子，公子，求求你救救我这个可怜的人吧。救你？刚才那个班主是来抓我的，他要把我卖给一个犯私盐的人当妻妾，我已经无处可容身了。可是我怎么能救你啊？公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吧，你可怜可怜，救救我吧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，我帮你。答应我了？嗯。谢谢公子，谢谢谢谢。前面是在下的画斋，这是什么花啊？这么香？是梅花呀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、这么美丽的花。公子，你喜欢梅花？是。暗香阁，就是梅花吧？对，姑娘，我们进去好吗？这些画真漂亮，都是公子画的。对，公子真是才华盖世啊。姑娘见笑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才好呢？啊，我姓阮。阮姑娘。叫寒梅。我的名字和你喜欢的梅花不谋而同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呢？阮姑娘真是会说笑啊。公子，你就叫我小梅吧。啊，小梅敢问公子高姓大名？啊，在下姓王，名安旭。啊，姑娘，你可以暂时在这里避一避。感谢公子的大恩大德。小梅自从进了戏班以后，就从来没有碰到过像公子这样的好人。姑娘实在是太抬举我了。啊，敢问姑娘为什么会在戏班落脚呢？小梅生在一个贫穷的家里，八岁的时候父母就双亡了，当时没钱，不能为他们安葬，所以就卖身到了戏班。
西班这口饭真的不容易吃啊。是啊，我们一到京城就四处的找码头，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到了以后，我就被那个贩卖私盐的恶棍给看上了，我实在是不想让他给糟蹋了。那天在城门遇到公子的时候，就是想逃跑，结果人生地不熟，又给班主抓回去了。不开心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你暂时先在这里住下来，这里是城郊，只要你不跑出去，就不会有人来抓你。公子相救，恩同再造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你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莫非小梅的事情让公子感到为难？不是，因为姑娘的容貌令在下想起一位故人。故人？她的容貌跟你长得非常的相似。她是谁啊？她是我所爱的人，可惜我辜负了她。嗯，她嫁人了？她死了。公子，你别太难过了。你想想，我们很有缘分，见过两次面，你也说我长得像你以前所爱的人，你说这是天意吗？所谓丝罗愿托乔木，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，小女愿意给公子一生一世都当丫鬟，好吗？是个真君子，小梅地位卑贱，实在是不配公子。那小梅就不连累公子了，小梅告辞了。不，可不是乱做的。哎，走走走，啊，走到那边去，那边去。来喝一口，喝一口。大爷喜欢。
姑娘有礼。阁下是王公子吧？在下正是。恕三娘直言，看公子的这身打扮，是个寒窗苦读的书生吧？是。看来，这锭金子对于你来说，很不容易吧？的确很不容易。上个月，在下非常困难，只能凑足30两银子进花厅，听姑娘你的弹唱。这一锭金子，是在下向人家赊借来的。穷心未尽，色心起。我看你这等穷书生，哪有资格来这种锁金窝的烟花之地消遣？姑娘的这番话，是看不起在下，更加是看不起你自己。梅三娘的艳名还有才艺，在杭州名噪百姓。在下一向佩服姑娘卖艺不卖身，所以今天在下以知音者名义来拜访姑娘，为的只是跟姑娘交一个朋友，并无他意。多谢公子抬举。慕名来找我的人很多，我不想公子劫财请家而耽误了诗书。我看这锭金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。多谢姑娘的错爱，但是在下实在不想破坏这个见面的规矩，除非姑娘不想见在下。好吧，就一盏茶。多谢姑娘。姑娘喜欢这一幅《寒梅图》吗？我要是不喜欢，就不会把它挂在这儿了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认识作画的人呢？王安旭啊，我不认识。我这幅画是从一个捡破烂的人手里买过来的。王安旭，你真的可怜。幸好遇上姑娘，你慧眼识英雄。这个王安旭不一定是个英雄吧？以姑娘的身份，名家才子争相献画多不胜数，为何姑娘偏偏挂一幅不知名的画呢？这名不副实的人大有人在，不过这个王安旭却是很有才气的。他真正画出了王安石《梅花》这首诗中的意境：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我看这幅画也是画家王安旭自己的心境吧。凌寒独自开，越冷越傲，不屈不挠，说明了他一身的傲骨。说得好，这正是小姐坚贞不屈、清高脱俗的自况。三娘是身不由己啊，要真是傲雪凌霜，也不会落在这烟花之地了。此话差矣，我说姑娘就好比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不如让王安旭替姑娘画一幅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。你认识王安旭？你想认识他吗？难道你就是王安旭？姑娘，何出此言呢？刚才我说那幅画是从一个捡破烂的人的手里买来的，瞧瞧你一脸灰头土脑的，你要不是王安旭，为何这么着急啊？姑娘真是王安旭的知己，也不枉安旭倾心倾慕的前来拜访。王公子，刚才傲慢，得罪了。客气客气。
安旭只是一个穷书生，三娘的厚爱，安旭唯有痴情可献知己。我就爱你的温柔，爱你的才气，我不管你穷不穷。我一定不会负你，今生今世非亲不娶。你尽会说漂亮话，谁信你呀？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你信谁啊？我三娘是卖艺不卖身，跟你到了这一步，也没有什么回头路了。你要是辜负了我，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别说这丧气话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。只要我考到了功名，就马上带大红花轿来娶你，好吗？以你的才能，一定能够中榜的。只不过，功名利禄让人头昏，你不会忘了我们的诺言吧？当然不会。功名，我一定要拿到。三娘，我一定要娶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跟你滴血为盟。安旭，不用了，我信你。三娘，你等我。只要我那批画能卖出去，就能凑足路费上京。现在只希望那批画能早点卖出去。安旭，这些珠宝都是我这些年来偷偷留下来的，你拿着这些金银珠宝就当做路费吧。这万万不能，你拿回去。没关系的，要不这样，你先把它留下，把你的画抵押给我，等我把画卖出去之后，咱们也就扯平了。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。你没有睡吗？你暂时先住在这里，外面的事你不用管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家了。你放心，我明天会来看你。你一定是我的人，我会照顾你。其实我也希望留在这里，不过我是个有家室的人，我希望你明白。你愿意留在这陪我吗？我当然愿意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你快回家吧。
相公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现在才回来？怎么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觉？你没回来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哎，我自己来。今天的戏好看吗？好看，很好看。什么戏目啊？叫梁红玉击鼓退金兵。哇，那个花旦王演的真的是很精彩啊，好大的气势。哎，明天呢，我带你去看。看戏不用看到三更半夜吧？反正也没事啊。我看完之后呢，就到湖边去赏月，赏着赏着就在一个凉亭睡着了。睡在凉亭里？是啊。我看你是睡在那些花旦美女的温柔乡里。我都说了是在湖边赏月，在凉亭当中睡着了，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啊。你这样的谎话，你叫我怎么信呢？我堂堂翰林院的学士啊，真是的。素娼侠妓混戏子这样下流的行径，我会干吗？你到底是不相信相公我的人品呢，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娇媚？不要这样啊，来呀。那你想一想啊，我家里有你这么好的娘子，我难道还会在外面鬼混吗？对不对？我是相信你，可是我怕别的女人对你投怀送抱的嘛。哎，虽然他们投怀送抱，但是我有分寸的。你没骗我？当然没有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不要说这些了，你今天不是把腰扭伤了吗？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有没有事啊？哎，怎么样了？还是有点疼。哦，那我扶你到那边去坐，啊，小心点，小心啊，娘子，小心烫嘴。除了新婚之外，相公对我很久没这么仔细过了。可见，昨晚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。对。那你昨天晚上还嘴硬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昨晚我没对不起你，今天我就要对不起你了。怎么说？那我昨晚本来答应说要带你去看那戏班的嘛，但是我刚刚想起，翰林院那边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，所以说今天就不能带你去看戏了。你们翰林院的事啊，还真是没完没了的呢。不要这样嘛，编纂史书是建功立业的事情嘛，你应该支持我才对，是不是啊？知道了，快吃吧。你也吃。大人、夫人，丁公公来了。请。相公，快走。微臣参见史妃娘娘。免礼了，谢娘娘。不知道娘娘召微臣进宫所为何事啊？自从明霞出嫁以后，哀家潜心修佛，终日以念经来度日。恩婿啊，你能不能替哀家画一幅观音像啊？怎么不行吗？实不相瞒娘娘，因为皇上已经命令微臣修纂前朝史书，所以这个哀家知道皇上已经恳准了哀家让你放下编史的功夫，等替哀家画完了观音像以后再进翰林院。微臣遵命。既然要替娘娘作画，相公啊，就不用终日待在翰林院里，咱们又多了一点时间可以相处了。真的很烦，好好的画什么观音像啊，你说烦不烦呢？对呀，
观音是神明，相公得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画。相公，怎么了，娘子？我替你焚一炉香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说的对，观音是神，他不是人，所以画观音的像，就一定要斋戒沐浴、清心寡欲才行啊。那是当然了。那我替你准备沐浴更衣。哎，先别急。斋戒沐浴呢，是一点都不难。但是清心寡欲对我来说就太难了。那你知道的，我一见到你，我马上就心猿意马了。就会贫嘴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不信我？真的。那为了不让你心猿意马，我就到我爹娘那儿去住几天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想一下啊，你无端端的回去，那两位老人家会怎么想啊？他们一定认为我们两个人吵架了。那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我不如去梅林，我去梅林那边，那边环境清静，那么画画呢就会专心很多，你说呢？好吧。那么就事不宜迟，你马上准备几件干净的衣服，我立刻就出发。这么快啊？啊，当然要快啊，快点完成，快点回来见你嘛。嗯嗯。相歌，墙角数枝梅，林寒独自开，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